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好，这个同事拿这个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像那种平板打开的感觉？结果是 LED 灯，什么的 LED 灯，怕亏就知影了。哎呀，唔知我会晓未晓就调我啊。LED， 喂呦，看下都足高级的嘞，这什么呀？看起来好像很高级，实际上怎样不知道。这应该是那个装在门板上面的灯条吧？看一下，哦，它五条线，四个门跟中控台不是刚五个？我理解能力应该没有错吧？以前是这样的呀，这硬的，它这种是这样的哦。它的意思就是整捆给你，你要多长拆多长，拆完之后它这个就先塞嘛，一样塞长度嘛，一样长嘛。比如说就两个都塞五十公分，因为我们没有剪断嘛，这个到底了，好，另外头就要流出来，这样一截，到时候啊这一截哇变反过来是这样。它是穿在里面，另外条叫夹螺丝，放松锁住，锁住之后就这样夹住了。它灯光一照，它就这一条就嘘，红色，整条红色，黄色的黄色这样。啊，这个你看啊，它应该之前跟我们装过像日食那些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，因为现在都是直接扫手机就可以调节了，因为它没有遥控器。对啊，没有遥控器，所以我应该没有说错，十之八九应该是手机。就可以变色，彩色的彩虹，他就不相信，我试一下，他这个长度可能就有分了啦，好像有啊，可是这里最强啊，后面好像微光而已，对不对？会变色，紫色。头也有灯，有这里啊，对吧？啊，暗一点，有了，有哎，很暗就有。啊，这个一般来讲，门板一般都是就几十公分而已啦，没有那么长啦，这个就是线彩的。这个比较变成通用型的，不管你车大小台都可以用。这是另外一组啊。白冷光，白色的哇，冷光一般是刚才讲过那组啊，只是说这个做的比较粗，这個、比较短，差了一点，这个就会亮了。这个比较适合那种低调的啦，就是、哦、我要稍微有亮光这样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处理装这个，我觉得简单，最主要是线要藏好，拆了再说了，拆了就知道了。好，进来、欸，你看人家红的，他故意把它贴黑的。哇，这个很低调、哦，很低调。介绍一下好了，这是正的 ST 啦，这是正的、哦，正的 ST。哇。哦等挖工，看在他跟我是同一样都是挖工才帮他用的，不然的就不管他了。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，就塞进去而已。Q 碎啊，金几米，看那边金明亮是金也卡，啊看哪里收尾收漂亮一点。因为我们线是这里要过来这个门，啊不可能做明的，明的就会这样跨接了。如果要走这个线就比较麻烦。你看要从这里跑进来，再跑进去。你看这个我觉得好帅哦，这个魔爪会伸出来这样。你看 Q。它是非常的机械化，这里顶到这一只，顶到这里有没有？这样用力，它就出去了。出去，对。哦，有啊，这里一颗。所以这个你看的用料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去要拔一个这个东西，就要准备很多工具。有啊，这样有一种、两种、用三种，好不好？我用压的嘞，我把压下去翘起来，压就翘起。耶呼！我们现在线嘛，我要从车身要穿过这个进来，再进来。哇哦！现在用料这么好，现在都做成这样了，隔音就更好，秒密闭更好。以前都是几种小卡拉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。那这边还有一块这个布，不知道是什么？隔音的，这也是隔音的。哇，这隔音棉啊。所以等一下穿线过来，再把它拉出来。你看，要抽出来啊，出来了。然后线怎么进去啦？都满的哎。对啊，你这个不好用耶，空间就这么小。果然是几分金几分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过来，啊，这个类似像漏斗一样，它后来把它刷掉哎。假设老水嘛，老别鬼啊。先主机出来，它粘死了，它也没有做那快插的。那这个可以拔开吗？没有，修龟背啊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明镜可能就是我从这里穿出来，最接近可能就这样，穿过这一个，从这边穿过的，这样压着会水会过嘛，可能要从这里这样过来，再进来里面，这边可能留长一点，走这样，可是它就超丑的啊，可是这台车真的它设计的，真正有用心啦，所以其实牵这个线跟装环境的牵线法是一样，对，差不多，好吧，现在我们是要把它装回去的，装回去还不好装哎。这个一定要先搬过来这里，不然再扩下去会漏水。它因为空间真的空间蛮小的，它这个下去就是靠上下这个卡榫而已。来呀，
进去之后，这个的缝隙就会很密集。嗯，如果开开的，它打开就有个缝，缝水就会进去，嗯，就会这样往下流，它就漏水啊，怎么办？换车，换车，不是我不想用，真的是不是不想用啦，怕给人家弄坏了。好用啊，还不会。好了，我们决定了，这个有点不好玩，因为它头太大了，我们只能选择洞要大一点的比较好过的。流明线真的很丑，我做不到、啊。其实不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只是说要把线剪掉，再重新接，再接换了再这。好，我装好了，耶、yeah! ，成功。这是装好的车，对啊，哇，它里面也有，后门也有，哎，后门是这样，对啊，你说它花了多少钱？一万五啊，一万五，我干，自己赚一下，不要说一万五，赚了一万多块，竟然失败。我们今天拆的这一台是 Artis 啊，为什么要选择来？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皮扒开，要压这个，差点被我扒掉了。线一样左里面，所以这里要稍微挖一下，当线过去啊，线过去就填满，刚好满的就好、啊。因为这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为了好看嘛、啊，好看当然是这都要拆开，因为我们要从这里过，这个都要拆掉啊，从这里进去这个洞，对，然后从这里出来，哦，这个可能就是线哈。要修修 Q 这里，电源看你要从哪边来，因为有四个门哦，啊，这长度应该都固定出来的，所以它有分公母哦，这两个都不能对差嘛。这条爱堆车身的，所以这里加进去的，这样过来好啊。等一下这条要进去，主要是这个要进去比较困难一点，要进去车身。这个是要去后门，对啊，然后那个是前门，对，把线先放好。好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哈！这个一定要进到这个里面，一定都要进去。假设你要来砍的，最了造几遍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皮包过来，全部都要勾在里面。嗯。好、哦，要下去就平了。这进去插头一定要插哦。好了，这样都卡住了、啊，因为它上下卡而已。那我把这个先固定好，一样哦，这个也要穿好，好、哦，这一定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是橡胶，也就比较简单，就卡住而已，好、哦，卡住就不会掉了。那我们先大概先连着，好，起来喽。好，这你要把插头拔起来，洞比较大。对啊，跑出来的、啊，因为我把三个拔掉了。嗯。过了。黄色这条，黄色这条，对，要确认一下、喔、不要用唔掉头，我到时都剩一盖。嘿嘿，好了，这是左边嘛，其实右边应该也是一样啦，可是右边会更好做，因为主驾驶线比较多啊，到时候线这样过来啊，这样有高等啊，也要啊哈，其实这个都没拆过，没拆过的讲呢。我跟你辨别说你的车子有没有拆过，没有拆过的这样都很漂亮。如果你拆过再回去，哎、欸，别拿呢，哇，拿呢，这一定拆过的。哎、欸、呀，啊，过了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不是进来的？哎呀，哎呀，这边一定要装好，容易有水。这边水进去会到这个的 A 柱。A 柱里面沾水，会凹起，所以一定要蒙着。把它整圈都摸一下，哎，都进去了，整圈都进去了。所以你看，你给它装才一两万块，我觉得，你觉得这样很好赚吗？不好赚，好赚哦。啊，装了。不是啊，每一台车每一台车状况不一样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国产车而已，啊，进口车靠，意外惨。已经过来两条了哈，示范就一边就好了。啊，我们再随机抽一个客人来装啊。抽到 RUR 你就。没有。
请客人来装、哦，不是我要去装。哎、欸，你误会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坐一边就好了，腰很酸。哎、欸，别拜啊！这样好了啦，阿提斯不要太花，刚好这个如果怕掉，建议天布包起来。耶、yeah, ，好、嗯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哦，哎、欸，刚好将它这个一个饰盖盖住，从这边折进去。对。这边塞不进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呢，还果然真的要拆呀。其实这个还好，这个已经盖了就进去了，那个盖起来就好了。好了嘞，重复下来会去用到，所以我们要跟这把线一样，就是要绕过这一个。如果没有绕过这一个，你只要跟我一组啊，卡这里都哎，绕过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要看一下啊、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有，好，有的时候才可以上去，全部都要插回去。OK， 这一个要再拆开看一下，看有没有经过。OK， 这个是开门，好，啊，这是锁门，它就两段而已。嗯，哇，这样就可以辨别了。球进去，好，进去之后就把它卡过来，勾住。好，换这一个，一样这样进来，过来。好，一定要卡好哦，如果没有卡好，它有可能就开不了。它这个塑胶而已，不可以锁太紧。关掉，打开，有吧？可以吧？好，大概就这样，快完成了。啊，这只要 Q 的碎了，金鱼啊，角度比较大，可能就是要剪开，那才会角度才会过来。这一边会比较好做，因为刚这里有三条线，这才两条线而已，嗯，有没有？这是从哪里绕啊？绕过这一只啊？对啊，我先绕了啊。这个等一下就竖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嗯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翼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把、啊、这个现在拿回来，把、啊、这塞回去就好了。有了啊！哎呀呀！好，下一位。这比较简单了，把它推出来而已，推出来啊！因为等一下门关起来比较好施作。Thank you.
这里出来，这里是这样就是最短的，嗯，好、哦，就是这样直接对插，这里是我们的主线过来的嘛，过来了。这一条就可以跑到我们要的地方。假设放中间，你看哦，它这条来要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是一点距离。我本来想躲里面，可是这一条不够长，不够长的话就是加长。如果要漂亮的话，就是一样都留这边，这两条想办法加长而已。等下呢？好，不要再吐炮了，吐炮我骄傲。现在剪掉哈，拉过去，接到你那里，加一串缠在中间，对对对对对，安内盖碎了。那我们先接刚讲的嘛，黑的嘛哈，一条一条来，就是黑的。旋转，调腰，你还记得吗？黑的是黑的，黑的是黑的啊，还好你要记得，穿过去，竖起来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热缩，我那是要包贴补的安怎？贴补嘞，贴补当然是说久了有时候太阳晒一晒会黏黏的啦。可是你知道车子本身就有贴补吗？刚刚我们拆开里面也是有贴补啊，或者贴补的材质有点不一样啦。包起来，这样就不会脱落了。好，一条好了，换你啊。我们要抽要体验哦。啊，我们再随机抽一个客人来装啊。这样一定不会电线不会断，可是它唯一的缺点手会疼。手术我练过，是不会惊的。你哪敢用会，懂？都后面这一卡，喜欢用剪的就前面那一卡，因为每人的动作习惯性不一样嘛。那我们一样嘛哈，黑的就是黑的，还有白线这个我们就当做红的在走。要不要擦擦看看会亮？你阿哩就袂相信我咧。对。然后吴小敏会闪？为什么会闪呢、啊？好了啦，好了好了，好了我会惊咧。我不爱多安尼步啊。不是安尼。有了吧？闪了吧？有了，可以了吧？他原本装很多电线呢。我这几倍电爽啊！你看，爽几倍、嗯。这个怎么拆？好，就这样拆。啊，这等一下就跑来中间、嗯，好啊，看机器等一下偏左边偏右边就拆一拆再放着，啊，全部让它现藏好，看它怎么藏，把它放在后面去藏好就好了。一发动就是接到，比如说像保险丝或者是加小灯，让它一发动就有电了。最终试一下，哇，有亮啊！
最后我们再巡一下。好啦，想象我觉得应该是蛮简单的。刚刚影片有看到齁，最困难的应该是穿这个线。后来这两片应该不用30分钟就好了。对，有经验就比较简单的。好啊，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它不是很大的一个缝啦。对，主要是穿那个线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剪了。最后哎，还是剪到了，因为不够长。我们今天装的就是四个车门跟这一条。啊，这条我们最终是这样咻咻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啊，这个是白冷光啊，我觉得刚好配它的这个银色的边条，也觉得还蛮不错。为什么说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白冷光的原因，就是说因为它不会太刺眼。哎，晚上这样看还可以吧？行吧，非常有科技感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还不错，还不错哦，比想象中好很多。因为我们可能那边太亮，看起来没什么感觉，这比较黑。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对，我们弄完了，好，这台是我们的阿迪斯，对啊，哎，到时候会上架嘞，不是自肥啊，下一个客人接到都爽到了。好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装的样式，就是很简单啊。有些人会喜欢装上面或下面，可是我们选择是上面。把它藏好，我们尽量把它藏得完美一点。毕竟我们不是说非常的专业啦，人家装这个应该装了无数台，他们就知道位置要怎么装是最漂亮的。我们也尽量把它做到完美，线完全看不到了，哦，就跟原厂的线一样，都把它藏好了。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啦，那个头好一样会露一小节出来这样而已，其他的都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耶，终于完成了。我本来想说要分两天哈，算了，干脆今天把它做完了。台风要来了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啊，如果你自己也想装盲点啊什么之类的，一样线都是这样拆的，还要啊哈。对对对对，胡搞瞎搞乱用，我也是成功了，耶、yeah ！拜拜。